第三课，你的铅笔呢？ Let's learn. 房间，房间，床，床，电视，电视，桌子，桌子，椅子，椅子，铅笔，铅笔，书包，书包，里面，里面，上边，上边，矮，矮。Let's read. 姐姐，你的铅笔呢？在我的书包里。你的书包在哪儿？在桌子上。你们看，这是七个小矮人的房间，里面有小床、小桌子和小椅子。电视在哪儿呢？房间里面没有电视。Let's chant. 上下左右，上下左右，在上边，在下边，在左边，在右边，向上看，向下看，向左看，向右看。上下左右，上下左右，在上边，在下边，在左边，在右边，向上看，向下看，向左看，向右看。Mini story. 找东西。妈妈，我的铅笔呢？在书包里。我的书包呢？在椅子上。我的钱包呢？在房间里。我的眼镜呢？在你的鼻子上。Test. 1.Listening. 一，里面没有苹果。二，我的书在书包里。三，我弟弟有很多铅笔。四，猫在桌子上。